老师，我觉得就指法师慈悲，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精进菩萨慈悲，这次长期破学感恩有结下安居的法缘，作为这次长期的前行熏修，所以在静坐半大礼拜能够比较摄心和安定。在听住持法师开始大手印和心情的自戒，也能点滴领受人心。至于断食方面，因为结下安居都过午不食，所以再加上3天的断食，感觉身体更健康，精神更好。因为长期不用讲话，所以也可以减少心不必要的起心动念和造作。因为墨学各方面都还不具足，只能报告分享这些。最后总结这次长期的心得，自我勉励：行所当行，止所当止，当下不心不惧，无得无失，感恩一切，愿善妙真照。谢谢易师傅的分享。回向偈也常出现在我们静坐的时候。我们是在修完本尊之后的回向，但是因为可能习惯了，静坐有时候就后面就会很自然有那种心念出来。感恩师傅，也感恩法师们，在结下去这段时间。除了个人的执事，还有很多为了我们长期这个阶段为我们所准备的一个环境，还有场地各方面的执事，谢谢。